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其实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在我自己以我自己可以说过来人的身份去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因为很多人，我相信你当睇呢啲嘅圣经嘅时候，尤其是讲到关于有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嘅时候咧，你唔系以一个过来人身份睇啊嘛，系咪？就好似我自己十八岁嘅时候睇圣经嘅时候，当讲到关于圣灵喺边个边个身上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一个过来人，我唔会理解当圣灵喺一个人身上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啦，或者有啲不为人所知嘅一啲嘅秘密，不为人所知嘅代价咧，会喺呢个人嘅身上嘅。咁所以变咗，我就想喺呢度同大家去分析另一个嘅方向咧，可能你意想不到嘅。就喺之前我讲到关于立十分一嘅时候咧，就我发现啦，就变咗好似等于我交咗属灵学费一样。咁事实上都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喺我过加拿大之前咧，亦系我自己翻嘅嗰间真道教会咧，我翻嗰年半咧，原来系佢有史嚟最辉煌嘅时间，又系佢嘅团契最辉煌嘅时间。我參與嘅呢啲叫就青啦，即係就職青年嘅團契，咁佢哋有其他好多啲讀書啊，其他好多唔同嘅團契，咁教會人數都係800人多啲咁樣嘅人數啦，咁佢哋早午晚分三堂聚會咁樣啦，咁而嗰年半當中咧，亦係佢哋最輝煌、最多人嘅時間，而但係咧，亦係跟住一個可以話完全插水嘅時間開始，就是、因為佢哋上咗電視啊，俾傳媒咧直情係。是毁灭式的方式去报道他的。事实上导致呢里面差不多呢我们亲眼见住好多人因为逼迫当中离开啊这样。而跟住呢即是如果以一般人来讲真的可以说我脚头不好啦。就是跟住我过咗去加拿大的时候呢亦是见证住呢加拿大 Glad Tiding 他们最辉煌的那段时间那一年然后跟住那几个月就是急剧插水的时间。但呢个就可以话好似即系交学费咁样啦吓，咁神就让我真系好特别喺我人生嘅时间当中咧，时段当中咧，去经历两间教会啊，即系一间我可以话喺当年嚟讲，绝对香港无出其右。虽然佢哋仍然好粗糙、好粗劣吓，即系关于灵恩方面嘅知识亦好少，但系我讲紧系卅几年前咧，就直情香港连讲方言啊呢一啲嘢都直情未知噶嘛吓。咁所以嗰陣時候我翻叫做香港一間最好嘅靈恩教會，跟住我翻咧，直成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好嘅靈恩教會 Glad Tiding 啦。咁兩間都俾我直成喺呢年紀啊，每一間都係年紀當中親眼見證經歷。當我參與之後、投入之後、認識呢啲人之後，睇住佢出現嘅事情咧，就插水啦。但係問題咧，其實我發覺呢個學費唔單止包咗咧，喺我身邊見到成間教會啊，佢哋最輝煌同埋佢哋出事嘅時候咧。并且咧，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嘅，就喺个过程当中咧，唔单止系教会，并且神带领好多人喺我身边，我系认识佢哋，然后佢哋跌倒嘅吓。就如我所讲啦，甚至我翻一啲嘅教会，见过一啲嘅教会，根本佢短时间当中冇咗一半人嘅吓，讲紧系一两年之间冇咗一半人，或者甚至更多嘅吓。咁我亦分享到就系话，根本喺我过去呢卅几年当中，我见好多教会根本系流失九成人嘅吓。讲紧十几廿年啫，大部分喎，所以当时一个可以话一个开始啊，即系我见到身边好多人咧，甚至有啲真系我肯定啊，就系神带到我去佢哋身边，或者神带佢哋嚟到我身边，而就系让我见到咧佢哋跌倒嘅啫。OK， 如果以我而家分析嘅时候咧，我发觉个学费系包埋呢样嘢嘅，但系呢种嘅情况咧，我发觉咧普世嘅人咧，我所认识嘅人啊。是好多唔能够从当中咧去学到嘢嘅，因为简单嚟讲咧，一句讲晒喺我咁多年侍奉同埋学习当中咧，喺信主嘅过程里边咧，基本上我身边无论教会或者人士咧，好多时候所教到我嘅嘢咧，都系反面教育嘅，吓，即系唔系正面方面，净系佢哋嘅失败啦，佢哋嘅跌倒啦，佢哋嘅问题啦，而喺里边让我去学到嘅，而另一部分我学翻嚟咧。就甚至唔系佢哋教我添，因为事实上基督教喺教导方面咧，就算连牧师都唔系好多识教导，唔好话平信徒啦。
咁好多都系因为我系观察翻嚟嘅。嗱，呢个点解我会讲到关于呢一节经文时候要提到呢一点咧？我发觉咧，骄傲嘅人咧系冇办法喺反面教育当中学到任何嘢嘅。我见到骄傲嘅人咧喺反面教育嘅情况底下咧，佢除咗跌倒啦，佢自己走去绊倒人啦，周围讲谣言啦，中意埋怨啦，中意纷争结党之外咧，佢乜嘢都做唔到嘅。所以换句话讲，反面教育对于一般人嚟讲咧，其实啊，大家都见到啦，譬如我哋教会当中，始终我哋就算系咁优质教会，过去真系咁多年当中，有好多人嘅信仰败坏同埋跌倒嘅。但你睇个反应就系咩咧？佢觉得佢见到一啲瑕疵、一啲嘅问题，咁呢个只不过系反面教育啫嘛，系咪？但系佢哋即刻会变成点咧？佢哋学唔到任何嘢喎。喺咁咧，佢就觉得系一个理由跌倒啦，系个理由去埋怨啊咁样。咁但系问题喺我，如果讲真啦，我自己成长嘅过程当中，仲未见过一间好似我哋咁嘅教会嘅牧师啊，或者系弟兄姊妹或者咁嘅社区。喺个过程当中咧，我所见到嘅好多呢一啲嘅事情咧，绝大部分我学嘅都我所讲啦，就嚟自两样嘢嘅，就系我嘅观察。第二咧就系人哋嘅反面教育。但我发现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在好多人嚟讲，可以话系悲剧啦，系咪？翻一间唔好嘅教会，翻一间牧师犯罪、道德跌倒嘅教会，翻一间佢哋教会人数发狂咁流失，个牧师直情因为伤害当中，即系我讲紧香港真道教会伤害当中，变成一个非常之可以话非常之 tough 嘅人啦，非常之恶嘅人啦，非常中意闹人嘅一个人噃咁样。咁在一般人嚟讲咧，绝对足够理由，佢哋一生都一系否定基督教，一系一生都埋怨啊。发怨言啊，闹人啊，攻击人啊，有仇报仇噶啦，已经即系起码喺香港我见嘅普遍人都系咁样啦。但系咧，如果我哋喺咁嘅过程当中咧，我哋有一个嘅善良嘅性格，甚至喺咁嘅情况底下，都伸出我哋嘅手去帮助呢啲教会，伸出我哋嘅手去帮呢啲嘅牧师，我发觉咧，圣灵先至会喺我哋身上嘅。因为圣灵佢唔会入住喺一个咧个人嘅思想里面充满污秽啊，充满埋怨啊，充满嫉妒啊，充满批评啊，充满论断啊，一见反面教育嘅时候就直成发晒烂渣啊，就要跌倒啊嗰啲，圣灵唔会喺嗰啲人身上。圣灵通常喺一啲嘅人嘅身上咧，就系嗰啲人咧系任何逆境都希望善良嘅。譬如我举个实际嘅例子啦，就系当其实我喺香港嘅时候咧，嗰年半咧，其实到我走嘅时候咧，因为已经上电视啦吓。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咧，佢哋嘅压力啊，教会人数流失啊，而并且教会嘅不满啊，好多下面嘅人不满已经发展出嚟嘅。而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做咗一样嘢，就是我主动去揾呢个牧师，因为我读佢哋嘅神学院啦，所以我识佢嘅。但一般人咧，佢哋已经到嗰个时候咧，已经好惊接触自己嘅牧师嘅。但我主动接触呢个牧师，我最主要就唔系我讲嘢俾佢听，我想听佢讲嘢吓。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存着信心盼望，无惧风雨浪，心知道神是展人亮光，除净爱心困惑，凭着信常担中，依靠着神的说话前往，神话语是生命真光，赐给我人生平凡期望，神真理话语除净灰暗，信实奇妙真确，永使我灵里心智强壮。